高呛上二必报，科比说反应太过度了啦。科比科比，世招会法师那天呛你上二必报，哎，你怎么说呢？我是觉得我好像从头到尾是讲了一句说奇怪耶，三个字就要变成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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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善恶有报，我搞不清楚。我想太反应太过度了的。你们在说慈济内湖的事情啊？对啊，之前柯P接受访问提到，慈济基金会买下原本就是保护区的土地，却又要把它变更成开发区，这样奇怪哎，让世招会超不爽的。我知道，他不是还在脸书骂柯P恩将仇报，还说基金在善恶必报的昭昭天理。哎呀，召会法师骂超凶的，说柯P完全没认真理解哪里是规划成制作赈灾毛毯的环保园区，而且如果台北市发生灾难，还可以当作灾民救援跟物资的集散中心。是哦，这样感觉听起来好像很合理耶。保护区的开发哈，要尽量慎重，因为地球只有一个，你知道，我每次说我们要考量的是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汤给下一代呢哈。我个人对于保护区的开发会相当慎重。对啊，我觉得柯P的考量没有错。台北市政府的大家长，你看事情要看全局。慈济已经被打趴在地上，还被人家在踹脚。内湖很多的居民也赞同慈济，因为这里哈没有到大的医院，因为比如说很重要，要跑很远。对，啊，这边还有要盖那个慈济的医院，大概然后比较近。觉得就是是不应该在这边盖，住这边附近都知道那个是行水区啊，然后其实你本身这样就是违反生态啊，所以不管什么目的都不应该在那边盖。他不能说他有钱，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嘛，有钱的人太嚣张嘛。看来这两个人还有得吵，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